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，也是友谊之旅，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，希望两岸交流，避免战争的心声。我这一次带着我们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再一次的访问大陆，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，传递我们台湾人民爱好和平，希望两岸交流，避免战争的心声。我们此行既是和平之旅，也是友谊之旅。我已经卸任总统八年了，没有公职，也没有党职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，推动两岸青年交流，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，累积善意。去年，我们证明这个方式是可行的，透过两岸年轻人建立友谊，可以化解了许多两岸之间的对立。谢谢大家。